我是蕊希，花蕊的蕊，希望的希。今天你还好吗？我在北京，祝你晚安。网易云音乐里有这样一条热门评论，你还记得他吗？早忘了。我还没说是谁。这段对话写信来而不得，又自欺欺人的无奈和心酸。这世上没有结果的故事有那么多，爱不到最后的人不止你一个。前几天看综艺《我家那小子》，里面提到了主持人钱枫曾经喜欢过一个女孩，为了那个姑娘，她从上海搬到厦门，美其名曰厦门空气好，实则因为心爱的人在那里。节目里并未透露故事的过程，但结局是钱枫最后只身回到上海，给好友过生日，去 KTV 唱歌，唱完可惜不是你，坐在那里久久没有回过神来。你看，哪怕是人尽皆知的明星，外人看来做着光鲜亮丽的工作，背地里也有不得已的无奈和无能为力的心酸。他都那么优秀，那么认真了，最后也没能和喜欢的人在一起。小时候我们都爱看大团圆的电视剧，我们相信相爱的人终于会在一起，可是年纪大了，看惯了世事无常和别离，也能说服自己看清真相，开始明白其实人的感情大多都是分开的，没有在一起的结局比白头到老更常见。爱情刚开始的时候，谁都想爱到最后，爱情结束的时候也是真切的痛着。当初和你在一起，曾经幻想未来50年都和你一起走，曾经期待我们的婚礼和我们的旅行，我曾经陪你走过一段很普通很普通的路。早上按时响起的闹钟，阳台上亮着的你的白衬衫，还有夜晚睡觉前那句踏实的晚安。那时候日子简单，可我却贪心的想要过不完。我是真的想过要和你一辈子的，放弃我的梦想去过平凡简单的生活，只是我没想到我所向往的一辈子不是你的一辈子。我不再反复追讨分开的原因是不合适还是不珍惜，是差一点缘分还是差一点时机。多少人曾经轰轰烈烈地爱过一场，最后只留下记忆，偷偷黯然神伤。多少人曾经因为那个人对未来充满希望，却发现他从未出现在你的未来里。我曾经死心塌地地爱过你，但最后我们没有在一起。不是每一场相遇都会有结局，但每一场相遇都有意义。有些人只适合让你成长，有些故事只适合
收藏。